我们来看夏特朗普和各国政要的四张相处照，看完你就明白他到底有多强势了。图为特朗普和安倍在谈话时的画面，特朗普靠在了沙发上，整个人非常享受，而一旁的安倍却是非常正经的坐着。图为特朗普和波兰总统签战略协议的画面，特朗普坐在那边，而波兰总统确实站着，从这一点就知道特朗普多强势了。图为特朗普参加 G7 峰会时的画面，他一人独自坐在那边，而其他国家领导人直接站着那边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，果然很强势。这一次轮到马克龙尴尬了，马克龙抬手准备和特朗普握手，而特朗普直接将他忽视了。这些细节都能说明特朗普的强势。